情里比我想的更加伟大，你甲我是世界最好的期待，你是我的未来，希望你的了解。虽然眼酸眼，但不是难以爱你爱到百万倍。还是音乐才子哦，今年是音乐才子，他还写了一首中文的单曲。啊呢，对，那我就派音乐才女，底下刚发出最新热腾腾的专辑。哎呦，掌声的欢迎，来自意大利的吴子龙，来自台中后里的翁玉君，欢迎两位。子龙已经就来过了，好，来来来，子龙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子龙，我来自意大利。子龙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后里的小邓丽君翁玉君。子龙第二次来啦，上次来多久以前？哦，已经有差不多一年吧。那个时候宣传我的那个单曲，新单曲，对，活在自己的世界。你这样啊，这次来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过年特别的节目，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你们那边过年的状况，或是最热闹的节庆。我们其实。最热闹的节庆就是我们的圣诞节，它真的长得很像台湾的过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对啊，我们那边有很多很多习俗是蛮不错的。其实我们通常是庆祝12月24跟25号。对，那我们的反而我们的跨年31号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餐，就是一定要吃到那个小扁豆。小扁豆，小扁豆 lentils。那为什么小扁豆呢？因为小扁豆长得很像那个小小的黄金，你吃了就会发财。在新的一年多吃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还有我们有另外一个习俗还蛮特别的，我们一般意大利人呢，我们穿内裤啊，不是黑色就是灰色，但是呢，圣诞节到整个跨年以后，我们都是穿红色的。哦，因为红色的这个颜色非常鲜艳的，会带好运。又是发财，那跟我们很像，很像我以为是只有我们会。你今天是全套都粉红色的，对，你看的还习惯吗？那是我的菜啦。没事。谢谢啦！哦哟，你是第一个嘞，他们其他都不懂得看。子龙哦，子龙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眼睛不太好啊。这是你的菜，你是说真的吗？我要求不高，是个人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继续一下聊其他的。对啊，其实听起来跟我们还有一点像，有点像。对对对，我们红色也是吉祥色哈，你们也是 ，yes， 好特别。而且你说圣诞节是跟家人过，那跨年是要跟。哦，哇哦，你连这个都知道啊？对，我们甚至有意大利文一句在讲这个东西 ：Natale con i tuoi, Capodanno con chi vuoi。还有押韵，就是圣诞节跟你的家人，然后跨年你想跟谁就跟谁。到底故乡的一个中秋，我随开的蓝色，你是我无爱的心，唯一的感情，像一感情的中火。忘了我这挂风浪的人，忘了我像一挂夭寿的梦。每一摆伊的人情的冷淡，拢予我无法分西干。哦，我用我的人格，保证我是永远不愿回。你是我破坏一切的爱情内底，无其是上水的彼个。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，拢怪你假定了我的人生。不幸的爱情伤害你自伤，你活着爱来负一点。更加伟大，你甲我是世界最好的期待，你是我的未来，希望你的了解。虽然眼酸眼，但不是难以爱你爱到百万倍。
想的搁较伟大，你和我是世界最好的期待，你是我的未来，希望你会了解。虽然讲全解，但不想难以爱你爱到白目白，不管你站在何一站。白白白白